你不怕你啊，他一定要告你故事致死啊。那家属不就是干管他谁对谁错，人死了就是要点钱的那年吗？这个时阵呢，我开始来了。谢谢，为什么要给我们这？我可以给你换一张镜子。好，换两张，给你两张，不要给你一张。那、啊、你爸爸是开车呀？对。他有在看直播的。那你要先跟大家打招呼。大家好，我叫张浩义。什么名字？张浩义。张浩义啊，你送给我们那个鱿鱼丝的那个，你搞你啊。